移民署人员带着刚下飞机的旅客通过层层防疫关卡，准备入境台湾。他们是搭乘华航印度包机返台的129名乘客，4号晚间从新德里出发，5号凌晨2:50抵达桃园机场。旅客们穿着隔离衣，全身包紧紧，戴上口罩、帽子，甚至还有护目镜，拖着行李走出管制区，得先填写健康声明书，再由移民署人员全程带队入境。其中有9个人表示曾经有轻微咳嗽症状，当场接受采检。他们这次真的是帮了蛮大的忙，口中满满感谢，因为这班包机他们等了好久，经过外交部协调后终于成型。乘客除了印度台商，还有拥有居留证或是工作证的15名外籍人士，另外有28名在孟加拉的国人先搭乘包机到印度，再搭乘华航包机回台，花费超过10万元。孟加拉到德里花3.5小时，也谢谢大家那么大阵仗。大家这么晚来在这里很辛苦，想家心情溢于言表。还有一名曾姓女台商独自包车从孟买搭到新德里，路程长达1500公里，得花2天1夜。原本担心如此长的搭车时间会有危险，但她说包车是由驻印度代表处协助，安心不少。加上想家的心情已经战胜恐惧。返台乘客由8辆游览车载往检疫所进行14天隔离，而这班包机还有印度企业家，因为工作离不开印度，还是送妻儿搭乘包机回台，因为他认为台湾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另外有一名台湾人被要求签下自愿离职才能回台，他也在所不惜，毕竟能回到温暖的家最重要。三轩联合与郭颖桃园报道。